Oh yeah. 左手漂亮，右手馋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前有白鸽来穿行，只需主人下圣令。后有乳鸽来烧烤，家电自然不得了。开干，还是头一回弄烤乳鸽，希望一次成功。准备六个鸭子。你是鸭子哦？我是鸽子，是鸽子，是鸽子。现在不敢轻易打开啊，就害怕飞了。这个自然风扇还巴适啊。现在把鸽子收拾好。最后洗一番菜，这鸽子肉要多，半斤过，阿公，半斤过，半十两切半斤，啊，半十两切半斤，黄牛两撇青，从中间剖，这还菌根儿喂，你看这菌根儿不小，你看。这个烤乳鸽我们只有在电视上看过哈，今天终于尝试了烤乳鸽哈，应该是非常美味的哈，很期待。哦，先把鸽子腌制一下，好入味。葱姜、料酒、蚝油、生抽、盐巴少许，胡椒放一点，左手涂抹均匀，腌制它两个小时，有条件的话头天晚上就腌制。阿公点火，要得开干。点火烧炭，来点木炭，再调一个脆皮水，小苏打、白醋，再来点蜂蜜，再烤一烤，上架开干。先把表面这层水分烤干，然后再刷脆皮水。今天我两公升特效给你，哎，哦，老壳老吃，要勤翻动哈，避免烤糊哈。烤干以后就刷上脆皮水，换了我大夹子哈，这种烤的话受得均匀一点，里面就刷油哈，不然那干得很搞不动。烤到轻松彩透没得阻力的就证明熟了哈，再撒点孜然粉。 OK， 装盘摆盘，再撒入内定葱，一份米氏烤乳鸽送给大家。就这一份烤乳鸽，我厚几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很干。来吧，试一次。哎，我尝了哈，这个比上次我们烤的斑鸠好吃多了。这个鸽子肉好像自身有个香味。哎呦，有两对，皮子脆啊。那么你搞怎么哈？他没感冒了呀？声音都变了。哎呀！你咋记得嘛？撕个腿腿去嘛我。呀。太棒了，这个皮都是脆的啊，但这个肉香得很。你看这鸡胸肉好多肉，你看。你还吃怪吃鸭子吃鸽子吃鸡胸肉。哦，鸽子肉，鸽胸肉，鸽胸肉。肉质多了应该就是这个胸部这儿了。鸡胸肉，你试一溜溜吃，我试一试，很香。我更喜欢吃这个皮子啊，哇，香中下，那肉很香啊。越没得肉的地方越香啊！哎，腿子个肉多啊，那他腿子肉，腿子那边肉好吃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下酒硬得很哦。还剩了两个啊，跟小米来留一个，这个青菜可以炒一份儿。要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也喜欢观众们，我是阿米，我是阿果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